在这里的，我去买东西。怎么这么慢？你怎么这么不耐烦？伯伯，麻烦您了，我来帮您收拾。哎，不客气，你真有礼貌啊。谢谢您。这里还没抹干净。文斌，刚才你怎么那么没礼貌？没有啊。你对清洁工人很不礼貌，不是吗？我只不过让他把桌子抹干净。那你可以面带笑容，有礼貌的好好说啊。我不是。喂，你好。小朋友啊，这里有人坐吗？有，伯伯，您坐在这里吧。没关系，那里有位置，我去那里坐。伯伯，我来帮您吧。谢谢。这里明明有位置，你怎么不让老婆婆坐？别的地方也有空位，她为什么要跟我们挤？文斌，只要这里有空位，我们就应该让别人坐。是，我的背包要放哪里呢？可以放在腿上啊，你不应该用背包占位置。是啊，老婆婆这么大年纪，又拿着东西，你应该让她坐下。还有，刚才你也不应该对清洁工人无礼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应该对老人家有礼貌。妈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对。你能承认错误就好。好了，赶快吃吧。